但必须经过医生指示。12点保持手腕伸直，可避免手痛、关节炎。1点减轻体重，可减轻疼痛。2点经由适度的移动关节，可以减少疼痛。练习瑜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3点减轻心理负担，可以减轻疼痛。4点预防早晨起床时的关应，可使用肌肉软膏。5点泡水，可帮助止痛，减少压迫感。而肌肉放松时，可刺激脑内天然止痛剂的释放。6点水中运动。